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少年新闻周记》，陪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朱培姿。这期节目精选了很多好料，赶快透过我们的镜头帮你抓重点。先来看哥伦比亚有一架小飞机哦，上个月坠毁在亚马逊雨林，幸存的四个小姐弟受困在当地40天，结果奇迹生还，也让亚马逊雨林这个很危险又很神秘的地方再度引起大家注意。这里除了常是很多电影跟生存游戏取材的地方，还有哪些不可不知的三件事呢？稍后要告诉你。还有最近台湾社会吹起了一股 MeToo 浪潮，校园学生的自我保护连带引起注意。过去对于被害人总是跟女性会联想在一起，但是男性青少年就真的比较安全吗？本周的 Minus 18大胆说，让我们一起上街来听听同学们都怎么说。还有上个礼拜我们听到了台湾第一个登上联合国表演的魔术师黄信凯他的故事，但其实在风光的背后也有一段很辛苦的过去，甚至口袋里面一度只剩下5000元，他到底是怎么翻转自己的人生的？稍后继续来听他的故事。好，节目一开始要先问问大家，暑假要到了，你有规划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吗？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活动背后的真正目的。政治大学就有一个法律系的男学生哦，看准了市场商机，推出了把妹教学的活动，但却被人踢爆，疑似是在暗地媒介色情服务。政大校方知道之后，已经介入调查。网页上头写着出租女友，还加码提供你把妹教师，但明明标注是教学活动，怎么点进 IG 赖账号却出现一张张的辣妹照，甚至主打敢玩的女生地点随你选，一次打着假约会教学之名行真媒介色情之实，而且公司负责人还是政大法律系的大二男生。之前发在学校文，就是说他想真人，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打他是政大法律系，那明明是法律系，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就是蛮不敢相信会真的会有这种事情的。同学们听到都觉得不可思议。再点开公司官方赖账号，不只有一对一咨询服务，让你迅速就能约到正妹。主导约会服务的核心同学，似乎看准身旁的学生族群，想要大赚约会财。而这张文宣品中，一名女子穿着水手服，还标榜多人酒局游戏，也被质疑含有性暗示。除了被指控在网络上媒介性交易男大生的公司，跟利用系上空间拍摄宣传片来盈利，画面曝光就让同学们超傻眼。发现这个门，教室的门是打开就直接进入拍摄，这个行为其实身为法律系的学生，我认为和同学，的行为应该要被谴责了。事件在校园里快速传开，何姓同学也发声明澄清，公司没有提供性交易，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盈利。对于外界反感，觉得很抱歉。对此，政大校方回应，法律系已主动展开调查，未来视情况送性评会处理，若违反校规，不排除予以处分。搭着把妹教学的活动哦，因为一些暗示性字眼，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负责人何同学目前其实还是一个政大法律系的大二学生。那根据他设立公司的前员工爆料说，原本一开始拍影片真的是看准了大学生的恋爱商机，想要打败其他的恋爱讲师去攻占市场。但是之后为了赚更多钱，整件事情都变掉。榜单高挂补习班门口，原本就读五专的何姓同学，在专三时毅然决然休学重考，成功考取政大法律系，未来还想成为外商法律顾问，前途看似一片光明。没想到大学还没毕业，开的公司就先爆发丑闻。记者实际回到公司所登记的地址，发现这里其实是会计师事务所，根本不是西格玛公司。不止公司地址是假的，就连前同事也加码爆料，何姓男大生为了赚钱，把学校不知情的女同学都给拖下水。他联络的过程中，他是因为我填表单嘛，然后他就加了我的 LINE， 然后我们就聊天。那就是那个聊天的过程，会觉得好像一直在踩界限。察觉踩到法律界限，让前同事开始怀疑男大生创业初衷变了调，因为他原本的目的是要打败有恋爱家教之称的 Edward， 但没想到为了赚钱，竟然演变成类似出租女友的限制级情节。可能想要赚钱这件事，让他们有了不同方向的想法，我觉得有点荒谬，就是跟他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在网络时代，经常有把妹达人拍影片在 YT 分享经验，但律师也提醒，若当事人感到不舒服，搭讪者恐怕得承担法律责任。那可能要看他当下的言语，
跟他表现出来的对女生的意图到哪里。如果说当事人感觉到很不舒服，而且客观上的行为是让人知道说跟性有关，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性骚扰。事发后，公司官网和 IG 都已经下架影片，当时的何姓男大生也发声明道歉，并解散公司，只盼早日能够平息众怒。整起恋爱教学事件会引发关注，可能也跟蛮多人真的有恋爱困扰有关。这个礼拜学生新生统单元，这个男同学就想问问恋爱解方。他提到说，喜欢一个女生大概4年的时间了，但是平常都只敢利用社群聊天，因为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被拒绝，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告白。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心里这个结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接招回答。好讨厌没有勇气的自己，喜欢一个女生4年了，却只敢用私讯和她聊天，之前在班上也不敢和她互动，只敢在没人的时候跟她讲几句话，偷偷关心她，有人的时候也只敢偷偷瞥她一眼，之前好不容易找到可以告白的机会，却又因为自己胆小懦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配不上她，而把话又吞了回去。从那次之后，我跟他也几乎没有互动了。感觉上，我毁了2次他丢球给我的机会。我真的好后悔，也好讨厌这样胆小的自己。明明什么事情都敢放手去尝试的我，为什么在感情上我还是原地踱步？如果时光倒流，我好想拿出所有的勇气，把我喜欢你说出口。首先，我是觉得这位同学感觉是用情很深，然后加上目前好像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告白的时间点，所以有点懊悔的感觉啦。不过我觉得这边我有提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根据国内的一些统计啊，现在台湾的平均结婚年龄，男性在32岁，女性是在31岁。这也就是说，就算目前这位同学你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然后刚刚好，然后他也答应了，然后你们两个也终于可以交往了，可是重点是很高机会，最终你们两个会对彼此说哦谢谢，而且也不联络，哦，所以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其实这位同学你错过的并不是一个真命天女，你错过的只是一个恋爱的机会，而且这个恋爱指的是什么？练习爱情的机会啦，哦。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虽然看得出来，这位同学你是很喜欢对方啊，但两个人好像目前互动不多，而且我也感觉出来，好像这位女生也并没有特别做出什么行动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关系是属于一种比较互相不熟悉，甚至有点陌生的过程啦，那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关系不如预期啊，或者是还没有有一些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我们会想要透过冲一发，或是用告白的方式来跨过这个困境，可是有时候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然后，所以针对这个同学，我的建议说，当然这已经过去了嘛，所以建议说未来的话啦，就是该跟女性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先调整目标，也就是说，第一个不要急着哈，马上就觉得你想要跟对方可以进入关系，谈一场恋爱的感觉，我觉得反而可以把这个重点放在说，我要怎么去营造一个让这个爱情种子可以发芽的一个环境。对，那我觉得这个环境的塑造的这种目标会让我们反而比较不那么紧张，所以你自然而然可以跟对方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可以好好的跟他相处，哦，然后第二个是说，那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好环境，哦，叫做可以让爱情萌芽呢？但最基础的就是说，你至少要让创造一个让双方互动起来都感觉是舒服自在的一个互动的氛围，哦，那所以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同学可以去先去跟不同的人多一些互动，尤其是女性，你可以多一些接触，多一些认识，透过这个经验的累积，第一个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到底喜欢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什么样的个性是适合你的，以及你互动模式怎么样对你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以及重点是等到你终于有一天遇到你喜欢对象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么些经验了，你会更知道怎么跟你喜欢的对象相处，哦，然后最后呢，我觉得，哦，虽然感觉出来这同学有点后悔啦，但我也觉得有一点懊恼的心情，哦，懊恼自己好像当初没有勇气啊，还有配不上对方。可是我觉得懊恼这个情绪很有趣哦，因为它同时也代表一种对自己的期许，也就是说，我觉得好像你也是在说，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成熟，配得上那个你心喜欢的对象，哦，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把这样的心情，哦，
放在你的心里，成为你前进的动力，让未来自己可以朝向一个更成熟，然后更配得上对方的那个方向持续的努力，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那个 Mr. Right。欢迎回到少年新闻周记，本周国际间还有哪些重要大事，时事不 lose， 要带你用一分钟快速扫描。前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不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等罪名遭到起诉，他本周出席法院，对于指控一概否认，更强调是大选在即，有心人士对他的政治迫害。他也是美国史上第一个遭到起诉联邦罪名的前总统。中国人口才刚被印度超越，现在又传出掀起一股移民潮，其中南韩是许多人的首选。申办移民业务的中介透露，只要约新台币700万元，就可以取得南韩居住签证，被当地视为最容易取得的亚洲绿卡。美国第95号洲际公路近日崩塌。根据调查，当时一辆运载易燃物质的油罐车途经公路下方，突然起火燃烧，导致上方桥面整个崩塌。由于这条公路横贯美国东岸、迈阿密、纽约等南北多城，每天约有16万辆车通行，当地恐面临好几个月的交通黑暗期。刚刚看到了美国公路上的重大意外，接下来我们转个镜头来看这一起飞机事故。哥伦比亚有一架小飞机在上个月就坠机在亚马逊雨林，机上成人全数罹难，不过有4个孩童生还，分别是13岁的姐姐带着9岁、4岁跟不到1岁的弟弟，在危机四伏的丛林当中求生，终于在受困40天之后奇迹获救。花了整整40天，哥伦比亚的搜救队终于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找到坠机生还的4名小姐弟。除了赶快帮他们补充营养，还有搜救队员赶紧把刚满1岁的小弟弟抱到怀里。这4名小姐弟，最大的姐姐才13岁，上个月1号和妈妈一起搭飞机出门，没想到遇上坠机意外，幸运生还的4人却被困在亚马逊雨林，直到9号终于被发现。Que ya lo menos pues ya ellos artistas lo tienen como haciendo dibujitos algo que pues.Que ellos también necesitan como desahogarse. No es tan fácil preguntarle porque los niños son 40 días que no han comido bien, no han podido dormir bien. Entonces, no he tenido la oportunidad de sacar la información.Porque de mi parte espero que los niños se recuperen bien。哥伦比亚在11号公开小姐弟获救时的新画面。根据姐姐的说法，坠机后本来他们的妈妈还撑了4天，但死前要求孩子们离开坠机现场，设法到雨林里求生。因为他们是亚马逊原住民维托托族人，妈妈一直有教他们雨林知识和求生方式。家人也表示，坠机后孩子们先是从飞机残骸里找到一些木薯粉，吃完之后才到雨林里面采集野果喝雨水为生。平常他们也会躲到树上来避开。丛林里面的蛇能活下来，全靠小姐姐活用妈妈教她的求生技能。La fuerza que les dio a los niños fue una fuerza combinada de la fuerza pública y la fuerza espiritual。至于为什么会拖这么多天才找到人，家人猜可能是小姐弟不知道是搜救队，听到声音后躲了起来。加上小姐弟的父亲出面表示自己受到丛林里的叛军死亡威胁，因此小姐弟才会怕穿制服的人。另一方面，找到小姐弟的搜救犬后来却疑似被蛇吓到，自己迷失在丛林中，目前军方都还在找寻他的下落。这个奇迹存活的故事传遍了国际社会。那随着四姐弟身体越来越好，有更多的疑团也慢慢获得解密。好，原来最艰困的前几天，有一只救难犬陪伴在他们身边，成了这整个故事的幕后英雄。在飞机失事之后，救援单位也马上带着这只救难犬威尔逊出动搜救。那推估呢，当时威尔逊先找到了四姐弟，而且把他们带离了危险地区。但是在返回寻找救难人员的过程当中不幸失踪。目前还不太开口的四姐弟很想念这只狗狗，特地联手把它画下来，希望这个充满色彩跟童趣的画作能替威尔逊带来祝福，也祈祷搜救人员赶快找到这个救难英雄。多亏这个姐姐很熟悉雨林生存的知识，才能带领三个弟弟撑过40天，总算获救。那正因为这个地方又危险又神秘，所以是很多电影跟生存游戏取材的背景。今天不
可不知的三件事，就要跟大家谈谈亚马逊雨林。有一款游戏，其实就是以亚马逊雨林当作背景制作的。在这个游戏当中，你可以看到玩家是要应付多变的天气环境，同时要考验真实的生存技巧，包含怎么样生火、怎么样去建造营地，还有制作狩猎动物的陷阱等等。那当然了，要躲避野兽的攻击，还要懂得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有毒。这个线上游戏啊，除了惊险刺激之外，也提供了不少野外生存知识，所以很受到青少年喜爱。上线到现在已经累积了上百万个会员。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线上的虚拟世界，那么究竟真实的亚马逊雨林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亚马逊河是世界第二长的河流，它就位在南美洲。那河水发展出的这片热带雨林是横跨了巴西、哥伦比亚还有秘鲁等八个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雨林了，占世界雨林面积的大概一半以上。那地球上呢，有25%的物种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包含是有4000种的动物和40000种的植物，当中也不乏列入濒危类别的物种，可以说是全球生态最多样性的热带雨林。那这里有21%的面积是森林，因为就拥有这么大片的绿色植物，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叫做地球之肺，是对抗全球暖化最大的自然防线。虽然是这样说，不过在降雨量减少跟温室效应的情况之下，这一片地球之肺面临了存亡危机。尤其是因为不孝商人盗伐，让过去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现在变得是面目全非。他们把树林全部砍倒，再放火焚烧，让火焰吞噬整片树林。其实根据统计，光是在巴西境内的雨林区，去年8月大概就发生了30000多起非法开发而引起的火警。当中光是在8月22号这一天呢，卫星侦测到有3358件，这个数字创下15年来单日森林火警最高的纪录。所以有专家预估了，如果再不改善的话，雨林有可能在2100年前会整个消失。好，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消失，除了是滥垦盗伐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气候变迁。跟工业化之前相比，全球温度其实已经上升了摄氏1.1度，而且还朝上升1.5度，正在快速的攀升。它所带来的毁灭不是在可能的未来，而是真实的现在。因为我们世界各地发生的极端气候，在频率或是强度上都比过去还要增加很多。大大的冰雹从天砸下，仿佛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杀得人们措手不及。这是美国北德州在日前出现的罕见天象，落下的冰雹犹如乒乓球大。德州气象局已经警告，透过卫星云图已侦测到极端气候的威力将持续发酵，不排除未来将出现棒球大小的冰雹，出门要格外小心。强大飓风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狠狠重击巴基斯坦，除了电塔倒塌、树木被连根拔起外，坍塌的屋瓦更散落一地。短短3天内，已造成25人死亡、145人受伤。事实上，去年同一时期，巴国也受到季风和洪水的夹击，造成上千人死伤、80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日前受台风侵袭的日本，在东京市区也出现难得的洪灾警报，提醒神田川支流附近的居民撤离低洼地区。受台风影响，静冈县等23地区的24小时累积雨量都创下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新干线还因此停驶22小时，并特地开放列车车厢供5300名旅客住宿。一发不可收拾的加拿大野火，至今烧毁470万公顷的林地，相当于650万个足球场大的面积。野火引发的浓烟，让邻近的美国纽约笼罩在一片橘色雾霾中，沦为全球空气品质最糟的城市。待在纽约24小时，堪比狂吸22支烟。菲律宾吕宋岛东南部的马永火山，在上周出现零星喷发后，爆发的力道正在逐渐的酝酿之中。画面可以看到摄氏1000多度的滚滚岩浆顺着山坡流下，火红的岩浆对比周遭的黑夜，令人触目惊心。专家预估，未来几周内还有更大规模的火山活动，方圆6公里内的上万居民已经被紧急撤离。实际上，对于天灾啊，人类能够战胜的真的很有限。
但是接下来这个英国男子还是用自己的胆量在挑战人类极限的。这是24岁的知名攀爬运动家汤普森，他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下爬上了韩国首尔乐天世界塔，高达72楼的外墙，仿佛就像是漫威电影角色蜘蛛人。世界第六高建筑韩国首尔的乐天世界塔外头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一名男子无绳索无防护，全身上下只穿一条短裤，赤裸的上身简直比漫威电影角色蜘蛛人还要夸张，让人看了替他捏把冷汗。이남성은안전장비도없이맨손으로롯데타워를한발한발기어올랐는데중간에소방당국이구조에나서면서끝까지올라가지는못했습니다消防当局立刻出动了12辆消防车、69名的消防人员前往现场救援。为了防止男子失足坠楼，消防当局在周围设置了大型气垫，最后趁他在72层楼休息时将他逮捕。오늘오전한영국인남성이서울송파구롯데월드타워외벽을무단으로오르다가3시간만에경찰에붙잡혔습니다这名男子事后证实是来自英国的24岁知名攀爬运动家汤普森。他3天前入境南韩，表示爬上乐天世界塔一直是他的梦想，当时是为了从顶楼跳降落伞。他也曾在2019年攀爬上了堪称西欧最高建筑的碎片大楼，最后却因为爬上87层楼高，服刑了3个多月。如今他又挑战乐天世界塔，南韩警方已经将他拘留审问。挑战自己很好啊，但是违法违规的事情还是不要做，比方说偷拍就是。英国媒体记者在日本东京卧底1年，发现有集团专门在地铁这些公共场所拍摄像是性侵跟猥亵，还把过程记录变成了影片贩售牟利。幕后黑手被发现是一个27岁的中国男子。通勤尖峰时间，有些不孝之徒会趁着地铁人挤人对女性伸出咸猪手。没想到有中国的犯罪集团专门在海外做这种痴汉行为，在地铁等公众场合性侵猥亵女性，还拍下影片贩卖。令人发指的恶心行为全被在日本东京卧底访查1年的英国媒体一一揭露。戴着半包边的眼镜，看似文静无害，万万想不到他就是犯罪集团主嫌。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这个男子经营偷拍猥亵影片网站，在网络上外号奇书猫咪，本名汤卓然，自称27岁，是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影片拍摄地点包含日本、南韩、台湾、香港、中国，他管理的团队成员多达15人，网站有超过10000名付费会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在推特上搜寻奇书，可以赫然看到，尽管已经被检举，这个拥有8.3万粉丝的账号还是留存的好好的。网友还发现，他甚至转贴了英国媒体对自己的报道，行径非常嚣张。奇书汤卓然传出目前已经潜逃，下落不明，但是贩售性侵影片的网站还在继续上架。网友怒不可遏，纷纷转传他的个人资料，要大家看到他就报警。然而这起重磅爆料在中国社群媒体微博上却仿佛一片静悄悄，搜寻没有结果，相关议题尽管讨论热烈，但都上不了热搜榜或是被封锁。许多人质疑中国刻意压制消息，让不少网友很心寒，直呼这简直是纵容犯罪。我们台湾社会的 Me Too 浪潮还在持续发酵，校园学生要怎么样自我保护，同时引发关注。过去很容易把被害人跟女性联想在一起，但是男性青少年就真的比较安全吗？稍后回来，本周的 Minus18 大胆说，要跟我们一起上街来听听大家都怎么说。长期的那一种一直盯着我看，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过度的肢体上的接触的话，就算是性骚扰的种。可能我跟他没有太熟啊，他突然从后面摸我胸部啊，大家会觉得你受骚扰，然后去告状之类，会觉得有点不够大气之类的。你也跟这位同学一样担心受到异样的眼光吗？本周的 Minus18 大胆说，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台湾热议的话题——性骚扰相关事件，就在台湾社会炸锅。从政坛开始掀起了一股台湾 Me Too 的浪潮，很多人开始审视各个场所到底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其实根据教育部统计，在2022年呢，大专以下的校园呢，疑似性骚扰的通报件数
蛮多的哦，只有11941件，国小4589件，还有国中也有4018件，占最多数。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性骚扰呢？其实根据卫福部的定义啊，不论是在性别，只要你觉得被冒犯有不舒服的感觉，这就可能构成性骚扰。也就是说，被害人的感觉跟意愿其实是当中最重要的因素。那同学们的心中标准也是这样吗？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只要有人一直盯着我看，就是长期的那一种，一直盯着我看，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可能我跟他没有太熟啊，他突然从后面摸我胸部啊，或是就是那种平常玩乐的时候，男生跟男生之间，如果你那边打别人那个就是生殖处这样啊，如果不太熟的话，那真的就不要这样子玩。言语上面如果是那种暗示的，或者是就是比如说有一点就是明没有很熟，但是有一些过度的肢体上的接触的话，就算是性骚扰的种。可能接触到下半身之类的吧，就是可能腰部以下，就是摸到比较靠近，就比较靠近那些部位的地方。当然，在现在的观感中，可能男性对女性的某些言语比较容易被视为骚扰，可是其实上我是觉得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基本上太逾越那个界限的行为都会造成对方不适嘛。那我自己是对于某一些我看过的人，那些就是比较长辈嘛，长辈会就是讲话会比较就是觉得说，哦，你是晚辈，然后就开一些玩笑这样。那我觉得说，我会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有一些人没有那么没有性别意识的，就是无意间去冒犯到别人，就是会去这样说，哎，都活了这么久的人，还有一些这么没有常识的人，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凶了？我自己比较常听到，就不管社会新闻还是什么，应该比较多还是男生对女生，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多是只是被爆出来多，还是可能有些人他觉得他发生这状况，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可能不知道这可以称作性骚扰。从小生长环境跟一些教育给的一些价值观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可能男生就算遇到性骚扰也不太敢真的去求助。大家会觉得你受骚扰，然后去告状之类，会觉得有点不够大气之类，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感觉啊，就带有点像社会压力嘛。我们可以看到，就连男同学其实也有蛮多不舒服的经验。过去大家谈到性骚扰被害人，其实都很容易会跟女生联想在一起，但是遇到状况的男生，哎，其实比例也不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啊，教育部的性别统计资料。在调查属实的性骚扰案件当中，大专以下校园2018年的女性被害人呢是占了80.12%，男性是19.88%。那在接下来2019年，女性是77.19%，男性是超过两成，来到了22.81%。好，接下来从数据上面来看呢，是逐年上升的，2021年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比例，来到了26.98%。好，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摊开数据，用人数来看的话，2017年大专以下的男性被害人有400人，那接下来呢，就在隔了两天，到了2019已经超过500人，来到了547人，继续往上增加，来到了2021年，人数达到了近年高峰759人，哎，将近是五年前大概两倍这么多的一个数字啊。其实不只是我们台湾，那邻国的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根据当地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会2019年的调查，20到29岁的年龄区间，大概有14%的女性曾经遭受到性骚扰。那一般人认为比较安全的男性，却有21%的人曾经有过被性骚扰的经验。这样的数据凸显了，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性别，都有可能面临性骚扰。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养成了多数人对于男生会有比较安全这样的刻板印象呢？来听听成年人怎么说。女生毕竟还是弱势啊，我们家从以前就是比较保护女生，所以当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男生比较有反抗的能力啊，女生一定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反抗啊，所以女生本来就是应该被保护的，男生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小要教育他不要有去侵犯别人的思想跟行为，让他从小就有这个观念，对女生就是要尊重，
相反的，这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哥哥他就比较高比较壮，然后也比较机灵一点，然后我这个妹妹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那因为他可能也受我们保护啦，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就是上下班我们就自己尽量一定自己接送，对啊，哥哥现在基本上他国小六年级就是让他自己上下班。对，因为就是还是有差啦。通常我的小孩，我是都会跟他说，只要有陌生人接近哈，尽量就是不要跟他有所接触这样子。勾肩搭背，我觉得是都还 OK 啦。对，只要就是说他的私密处，哈，就是比较明显的，哈，就这个就要注意了。碰到怪叔叔、怪哥哥、怪姐姐，就是尽量保持距离嘛，不要让任何那个不认识的人、陌生人。碰触到你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然后也穿衣服的话最好也是比较庄重一点的，就是正式的衣服，不要穿得太虽然小朋友是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顾忌，但是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了。我觉得那是过去的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穿着是每个人自由选择，但是他的穿着他这样选择，别人不可以选择侵犯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开始。常常大家只关注女生的需要，我觉得男生的需要，尤其是男生比较偏阴柔特质的男生，他的被保护性跟被需要性，我觉得也需要被关注到。因为很多孩子被性骚扰之后，他可能背后会有一些羞愧或担心或害怕，那有些父母亲会责备说孩子们因为他的行为不检点，所以导致这样骚扰事件。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重要的观念，就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希望它发生的，你就要勇敢的拒绝，那勇敢的提出你的求救，人家才能够知道该怎样帮助你。确实，不少家长有发现，男生青少年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这次我们节目实际上街访问之后，帮大家整理一下，同学们跟成年人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其实以青少年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在肢体或者是言语，只要不舒服，他们认为就算是性骚扰。那尤其是不熟的人，最好不要碰触。阶级的性别意识也不太能够接受。那当然还有社会上的眼光，是对男生来说最大的压力。另外可以发现，有不少成年人还是认为男女有别，女生会比较危险，男生比较不会担心。那自我穿衣呢，可以庄重一点。当然也有家长不赞同这样的说法，甚至提出了男生也有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好，其实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在性骚扰的议题上都不应该有所差别。但是事实上啊，社会上男女有别的印象还是存在，到底怎么样来改善呢？今天我们线上就请到了静娟儿童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月琴一起来讨论。执行长好。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同时也是台湾少年促进权益联盟的理事长林月琴。好，这边就想请教一下执行长，根据你们的观察还有辅导的个案，男性青少年呢，他被性骚扰的状况真的比较容易被忽略吗？还有哪些可能也是造成这样隐性案例的因素呢？男生在性这个课题是强势，他同时也是弱势。好，因为大家就觉得说男生应该可以自我保护，可是同时也因为这样子而他说不出口。另外一个是他也会觉得不是这么相信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说不出口，甚至他相不相信周遭的人，还有外界会用什么样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被性骚这件事情。那如果外界事实上是对于一个男性本来就有特定的一个刻板印象的时候，他更是说不出来。好，还有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申诉的程序非常繁琐，如果不是发生在学校的话，必须进到警察局。如果以一个男生要走到警察局去说，哦，我被性骚，我觉得对男生来讲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如果是在学校性平，那老师也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是说你有没有想错啊？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要去的话，都已经有可能有阻碍，更何况一个男生。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周遭的警觉度也比较差一点。比如说如果一个男老师在肩后环抱一个男同学，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事实上是一个男老师去环抱一个 女学生的话，马上就会那个天线就会伸出来说，哎，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相对的会是有这些困难。这样听下来可以发现，如果一开始在性别上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可能会让我们错失了很多等着被拉住的手。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带给我们的观察还有分析，谢谢执行长。
好，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啊，这一波的台湾 Me Too 随着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发声，其实真的是让各界看到了不一样的想法，还有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希望类似事件都能够不再发生。你的想法有跟今天的同学们一样吗？还是你有别的意见呢？不要忘记留言分享，跟我们一起大胆说。好，继续是本周的封面人物，我们要来听听魔术师黄信凯的故事了。他曾经一度苦到口袋只剩下5000块，到底是如何翻转人生的呢？稍后回来一起来看看当年信凯是怎么打破困境，又是什么样的契机帮助他走上自己的路。这个礼拜呢，我们一样继续请到国际知名的魔术师黄信凯啊，跟大家分享他的魔术人生之路。好，继续要请教信凯了。魔术这条路呢，其实你一走就是好几年嘛，然后之后甚至还用魔术从事公益活动。就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跟大家聊到这件事情。那大家看你非常成功，但是实际上这一路走来，好像是心理压力也蛮大的吧？对啊。怎么样的心理压力呢？其实我曾经在29岁的时候有忧郁症啊。那时候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就开一大堆忧郁症的药丸给我。他说，你不能再，他也跟我讲一句话说，你不要再待在这个环境，因为你如果待在这个环境，你每天框在那边想这个画面，你会一直走在那边走不出去。他说你最好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那我那时候想说，我能去什么地方？然后就让我就想到说，有一次我去参加侨委会的活动，对，认识一个校长，他是台北孤军一隅的校长，就金三角那边的校长。那他就跟我讲说一段故事，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们学校800多个小朋友，到现在他们学校还插着中华民国国旗。他说曾经有一次中国代表拿着两个皮箱到他学校来说，打开是500万人民币的现金。对，他说你只要把这面国旗撤掉，你不要在学校唱什么梅花，不要再唱什么中华民国颂，这两箱皮箱的钱就是你的。那个校长一个月的薪水还4000块台币，所以500万人民币等于2000多万台币，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那那时候校长讲一句话很感动，他跟我讲说，他跟那个代表讲说，这面国旗是我爷爷跟我爸爸用鲜血捍卫的，如果我撤掉，我要怎么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怎么教育我的学生？我那时候说，哇，校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让我太感动了。所以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就选择说，我那时候剩下不到3万块台币，我买一张机票，我说校长，我想飞过去那边看你那边的小朋友。然后校长很开心，然后就像照片中写这样，我去的时候，那些小朋友沿途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欢迎我，几百位，那画面真的让我很震撼。然后我到的时候，我还去探望第一代的老兵，还有6位活在世界上。然后我还去看他们忠烈祠，他们的那些守战兵的那个被他守灵的那些4位，到现在还穿中华民国陆军的那个制服站在那边。然后那是一个没有水的、没有电的世界。对，所以我就进去跟那些小朋友相处了3个多礼拜这样子。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银行剩下不到5000块钱，那是我人生最惨最惨的时候。我到高雄跟一个大哥就吃饭喝酒聊天，那个大哥就问我说：“哎，你以后人生怎么打算？”我说：“我之前女朋友看不起我，我想再去联合国第二次，重新站起来赢回我的人生。”他问我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说：“大概30万台币吧。”然后他说：“你银行账号给我，明天打给你。”我以为他喝醉酒了。过2天我去看我银行账号，他真的打30万给我。我就打电话问那个大哥说：“哎，大哥，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说他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他说我随随便便，我每个月大概200-300万进我账号。他说如果这笔钱可以帮助一个年轻人重新站起来，因为他的人生，他觉得很便宜。他说我怎么花都可以，只要我不要想不开就好了。我看那笔钱，我真的看了3-4天。我第一天想的就是上新闻、上杂志、上媒体，就把自己的知名度再炒起来。对。但是我想过说，2015年我上过那么多的新闻，各家大媒体，还有那时候最红的节目我都上过。过一个礼拜，台湾人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是谁。我忽然就觉得名声这种东西就是昙花一现，一下就没了。那第二天我想的就是买一些名牌包包或西装啊，或者一些行头给自己。因为我后来我就想，难道我的人生自信要去买这些外在的东西吗？如果这些东西毁掉，是不是人生自信就没有？我想到第4天的时候，我拿着30万，我拿去给那个校长，我说校长，你屋因为那边没有水没有电嘛，我说校长，你屋顶全部装上太阳能板。小朋友冬天可以洗热水澡，那这是高雄一个董事长赞助的，你亲自打电话给他，亲自跟他讲谢谢。那个校长照做之后，那个董事长吓一跳说：“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说：“大哥，你希望我这笔钱帮助我站起来，赢回我的人生？我觉得反正我女朋友已经跑掉，我人生一无所有。如果就算我明天真的挂掉了，我觉得我想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馈这个社会。那
他听得很感动，他隔天又再拿30万给我。他说他相信我用这笔钱用在对的地方。所以疫情还没爆发前那半年，我拿这笔钱我去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的孤儿院、老人院去做巡回公益表演。那借着那段旅行也是让自己疗伤，去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原来这世界还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很骄傲，就是我5年前忧郁症，但是我一颗药丸都没有吃。我靠着真的是去帮助别人的意志力跟善念，帮助我重新再站起来。但是我觉得你的人生，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真的是跟你自己的人生就跟魔术一样吧。但是我很好奇的事情是说，我们一般去做巡演啊，你说像巡演可能当做是义演这样子，对不对？那就等于你没有拿任何的酬劳，对吧？那你要怎么样把公益跟魔术这个东西做结合？我觉得说，当你在付出、在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时候，其实往往之后你会得到一些不可思议的机会跟舞台啦。像我在澳洲也是啊，有时候那个市长找我去表演一些公益活动，他们真的预算不够，然后就好没关系啊，为了募款，老人院那个什么老人院还是军人俱乐部募款去表演，结果往往中我去做善意去表演的时候，都会什么部长还是什么坐在那边看完之后，哎，不错，就带我再去。又带你去其他地方。对。那也是可能跟我以前就是，我就是说我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应该初生之牛吧，就觉得说我只要今天有一个机会有个舞台，我就去尝试，我先不要管有多少钱这样子。对哦，所以就是这后面就因此为你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几年前就给我立定一个志向，是说我想做讲座、生命讲座，去校园演讲这些什么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啦，有一次我到宜兰，我跟一个那个长辈啦，就聊到天，我想去我们宜兰的一些高中演讲，希望用我的生命故事去鼓励年轻人，勇敢去追逐梦想，然后或者是最重要对这个社会有多一份的善念，或者愿意回去多陪伴父母亲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很珍贵的事。然后那个长辈又说，哎，我认识一个某某老师，他认识很多学校校长，他也许他可以帮助你。然后我就很开心，去他就带介绍我去跟这位老师认识。那位老师呢，我那时候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听我讲20分钟，就是像我们这样访谈，就介绍我的履历啊，我介绍我的背景，我为什么要回来台湾。讲完之后呢，他第一句就讲说，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要很会吹我很会吹啊。我心里想，我的名字黄信凯3个字，你 Google 一打就新闻都可以看到我的履历真的假的。他说今天要不是谁介绍，我才不会浪费20分钟坐在这边听你讲话。我那时候听得好难过，但是我当下还是忍下，我说好，谢谢老师，你今天愿意浪费时间认识我。我回到家我整整哭半天，我说我在国外是怎样的履历经验，我回到台湾我被你一个乡下老师侮辱到那么难听。然后隔天的时候，我到我家隔壁的土地公庙跟我家那些庙公啊聊天，有时候不要小看您到隔壁的土地偷得跟我的庙公啊，那庙公啊有时候很厉害，那庙公啊我就跟他讲昨天发生的事啊，那庙公啊对啊，你被演讲哦，啊不是安内啦，您到后边那边啊赢啦，那边啊也是带头的兵头啦，他说兵头啦，我认识啊，我你去跟阿兵哥恭维好不好？啊，跟阿兵哥聊天哦。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的概念，我说好吧，我去试试看。所以我6年前我人生中第一场演讲是在我家3星后面的兵营去跟50个阿兵哥聊天演讲。然后讲完之后，那个政战主任就过来就讲一句话说，哎，第一次举光日下面没有人睡觉，他觉得很有效果，就把我推荐到男子部，到炮子部，然后又带我到桃园，我到国防大学，到专科学校，到甚至到后面到司令部去演讲。所以是这样开始的。但是我必须要讲啊，从刚刚那样子，然后一直到我听到现在，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需要强大的心理意志，你才有办法一直把这件东西、这个事情当成是，就是可以越挫越勇这样子。那你这么热衷于就是变魔术，然后用魔术去做公益，所以魔术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魔术吗？我觉得一个善念吧，让人家开心跟快乐吧。我这样分享好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孤儿院，应该爱儿院嘛，那我去教那个小朋友变魔术。对。有一次那个院长就跟我讲说，这个小朋友在学校跟人家打架，非常调皮捣蛋，那我就教他变魔术。其实他反应非常好。然后那一年的过年，我让他在前面变魔术，结果他表演完之后，下面小朋友给他好多掌声，他在上面笑得好开心，好灿烂。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说，也许是那一刹那，我给他人生这一点点的信心，我希望他生命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有一次我在外面演讲都会讲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一个军队演讲完之后，有一个排长带一个小兵说，报告老师，这个小兵说以前是你的学生，我看到很讶异，就是4年前我教，就是这个人吗？我教他变魔术的小男生。那我说，哎，那你怎么在这里？他说那一年孤儿院，那一年过年他表演完之后，爱儿院表演完之后，隔天有国防部来募兵，他就签下去了。然后在军队里面没有人在意他的背景，他在跟那些兄弟都处得很好，他在里面找回他的人生自信。
欸、真的，下次国防部募兵应该可以找我再讲故事。然后后来重点就是这样了，有时候我觉得帮助人不难，有时候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微笑，还有魔术，你给他那一点点的信心，也许他生命中就不一样。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只是教他一点点的小魔术，但是那个魔术的给他站在舞台上，他表演出去，人家下面的人开心，对，给他掌声，他在上面也感受到那掌声，他也笑得很开心的那个自信，就让他人生有那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魔术对我来说，就是给人们的一个善念之外，也是帮自己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信，这样子。哇，真的是很伟大哎，就是这样的善念，所以让信凯在好几次的生命低谷，自己也找到了出路嘛，对不对？就是给别人希望，也给自己希望啦。那成为国际知名的魔术师已经很不容易，还可以用魔术来做公益啊，把这个善念持续传播出去。我们今天要很谢谢信凯的分享，谢谢，谢谢。好，当然信凯很难得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最后呢也不能这么容易就放他走啊，对不对？还是要再请信凯呢带来很精彩的魔术表演。好，我这边呢准备了一张卫生纸，这张卫生纸我把它撕碎，撕碎，撕碎，然后再把它揉一揉，揉一揉，揉一揉之后呢，吹一口气，一张碎掉卫生纸就会还原，变回一张完整的卫生纸回来了。好，现场的各位观众小朋友，想学这个魔术吗？那今天呢，我就来教你们怎么表演这个魔术。但是学会之后呢，我希望你们回去第一个表演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希望把这个魔术的欢乐带给自己的家人。首先准备一张卫生纸，一张卫生纸可以变成两张卫生纸，然后你把一张卫生纸揉得非常的小，藏在自己的右手藏起来。表演这魔术有两个重点，一个你的手要这样子摆，不要这样子摆；第二个要夹好，不要不小心掉地上。如果掉地上怎么办呢？不要承认这张卫生纸是你的，然后就夹好卫生纸之后开始撕掉，撕撕撕，撕一撕，揉一揉，揉一揉，右手是不是藏一个像挪汤圆一样把它交换过来？交换过来一个重点，如果你打开来，你发现卫生纸还是碎掉，那代表什么？你拿错了吧？戳进去，戳出来，一张碎掉卫生纸就会还原，变回一张完整的卫生纸出来。然后当你的朋友在给你掌声跟尖叫的时候，快速的把两张卫生纸揉成一团，丢到垃圾桶去，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好，最后呢，我再表演一个很特别的魔术。各位观众朋友有看过下雪吗？我很喜欢下雪，因为我觉得雪是上帝给人们一个洁白无瑕的希望跟祝福。我现在把一张小小的卫生纸放在我的左手这边，一张小卫生纸，像我今天分享的讲座，我像我讲的一样。你想要老天爷给你更多的奇迹跟善，那你就是把老天爷给你的奇迹跟善念分享给更多的人。就像我今天，我在这个节目中，我把各位观众朋友善念集中在我的左手，集中在我的卫生纸这边，这个善念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像这个卫生纸一样，善念就这样喷射出去。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特别想知道的资讯，都非常欢迎大家透过 IG 或粉专搜索静少年，或者是你可以透过以下 Teens Weekly 信箱跟我们联系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朱培姿。下周开始，少年新闻周静将交给潘兆文主播接续主持，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支持，拜拜喽。